啊，开会。副局长，你都可以改成上好不？因为他们指定吼，如果要他们答复的话，那个不可以。啊，你伊若袂，你有疑虑嘞，安那无在做迄落。好，伊要找副局长来，我讲你看卖啊。哎，对对对对，哈啊，接着下来啊，请翁瑞珠议员直选，时间二十分钟。咱大会哈，咱的蔡局长啊，咱的王局长哈，啊，另外一个水利局嘛，蔡局长啊，各局处局级级科长啊，咱电视咱的媒体朋友啊，甲咱即阵啊，咱石门潭的里面哈，交里长有可能拢伫电视前咧看哈。啊，想要了解到讲，咱拄只咱局长毛做几落件报告，伫我的选区内底吼，要做排水的，要做抽水站的，啊，要做住房处的，嘛足侪件拢有要做。相信咱进编伫这工作报告内底，应该就是拢要做呀，吼，啊，应该是袂走呀。啊，毋过咱石门潭遐吼，迄个抽水站嘛是要来做啊，只是讲石门潭的里面，拢互咱空军官哦，遐个水吼，拢灌堆下来，每一届落大雨拢得。抽水站抽，那是抽袂，你得要搁入水，所以拢足惊着啊，拢惊着讲搁淹水入去。啊，所以吼，伊咧逼讲咱这个抽水站当时要动工，啊，因为咱用地取得的问题吼，用地取得的问题，所以有拖半年。啊，拖半年因为取得迄即阵啊，确实有了讲好势吼。像即件，我希望讲咱是毋是咱水利局者吼，咱局长会当叫主办的吼，会去吼。会当起来解说，予咱石门潭、石门潭的里民听，予伊知影讲，咱当时会当来动工，啊，当时要来完工，是毋是？咱蔡局长，咱会当。好，请局长答复。谢谢主席，谢谢翁议员吼。那这个案过去，当然咱足早工程就捌发包过啊，啊，因为一挂土地的问题，所以迄个时间无同时间，所以包厢有交阮解约，啊，阮即马去订发包啊。啊，这段时间吼，阮有甲地主遐一直在沟通。啊，地主哪有同意阮，伊要甲阮，互阮加固，直接甲买。啊，了后有哪有同意阮使用啊？所以最近工程应该是会开始施工。啊，议员头拄讲着要甲咱的乡亲阁做一个说明，我会要求阮的科长吼，阁去地方遐甲里长啊，甲咱的里面做一个详细说明。啊，另外就是议员头拄讲着迄个空军官校遐的问题吼。当初咱有去现场看过空军官校一挂排水路，确实无照原来伊该排去咱的阿公店溪的所在无排过，而且佫塌的吼。啊，这部分我想，阮今年底吼，也是明年初，阮会启动一个机制，就是阮去现场佫较检查一下吼，因为遐水若无照咱的规划排去到阿公店溪吼，伊若佫伊呾排去到咱这个石门潭这个排水井，对这个所在排水吼，确实会造成足大的负担。因为因。最近吼，我那伊个个卡电话甲强调，所以伊希望讲吼，咱较明确日期吼，互因啊，当时要动工，即伊讲，即阵啊，伊拢伫电视边咧看啦。吼，啊，即个针对着讲，咱即届吼，咱个媒体采访吼，咱个住房处吼，小可溢出来，有一点溢出来吼，啊，溢出来，毋过伊遐虽然溢出来是影响着，甲收诶迄个比秀里即届我那饮水伊我做业中。啊，阮高速公路卡遐，伊往那边落雨吼，高速公路遐、交流道遐，拢一定淹水。毋过嘛是好个，再拢无淹水，只是讲可能比小里遐较低出啦。针对这住房处有发挥个效果，毋过嘛是也无完全。所以我进大家里面咧要求个，就是讲咱个里住房处 A、B、C、D 吼，里住房处吼，是毋是会当较紧来规划出来？相信若个加一卡里住房处。啊，来地水吼，相信啊，介咱比修里下嘛，可能会过来改善。所以我要了解讲，咱地主房处，咱怎安怎咧规划到啥物程度？请来局长。根据阮报告吼，即摆点尾溪目前，阮已经完成 A 加 B 自洪池，啊 C 自洪池吼，原来伊个规划吼是搭配伫咱个石门潭排水边啊。但是阮经过检讨吼，阮用现有个即个石门潭抽水站，啊个空军官校个分洪。所以这个方案会当取代这个西自洪池。那低自洪池的部分吼，目前吼，阮有报
一寡相关的计划去予水利署。那未来，阮就是希望讲水利署遮吼，会当来核定咱的低自洪池四十几公顷吼，这部分会当自洪100万吨吼，来增加咱遮的点宝溪流域的自洪量。那这边饮水吼，我想自洪池有发挥伊的功效，那必须有排水，因为咱即摆长在时间，时间过长，因为还佫有一寡第二期部分伫。这左边的这个护岸，还有这个三期的遐未来还袂时间有溢出哩，了就是伫一期的灯色迄个所在溢出哩。所以，阮针对这个部分伫短期内吼，当然，阮会先去检讨伫迄个一期的遐迄个转弯的所在，是毋是阁有需要阁加悬一点啊？了就是剩的后壁的工程，阮会拜托这个第六河川局者较紧来做。低自洪池的规划，目前迄个水规所经济部一个水利规划试验所，因有法有咧检讨，是毋是照目前的经费，吼、哦，爱先做几公顷这部分，较紧来完成的，这部分我会阁加水利署再来争取，嘿。因为咱的低自洪池啦，假使要阁做吼，我的看法吼，地方的看法嘛是讲，唔通阁缩小，以现况咱的规划上来做。做了，假使若讲免遐大，较做免遐大，以后会拍算。啊，唔好讲真做者，做较做细个，啊，另一只无发挥到迄效能吼。安尼我感觉是无适当，要过来拓宽哦，要过做较宽哦，较困难。好。啊，不如因为咱遐即种糖厂地嘛，好处理嘛。假使咱后盖若无底水拢浅，无底甜的时，咱是毋是会当来挂较细地，先较来形糖厂迄种也会富。所以我希望讲，这所在绝对茫阁缩减落。好，我会甲水利署遮来迄个讨论。啊，针对着咱的嘉兴里的自洪处，已经拢规划足久啊吼。啊，改成我想要了解当时要动工，当时来做者。因为这部分甲议员报告，五甲尾的自洪处，阮足早迄阵就拢有报予迄个水利署，来去比阮这边的迄个流域综合治理计划。啊，但是我。就目前吼，阮知影水利署即个人工的六年六百亿流域综合治理计划，伊个经费吼，额度已经差不多要紧绷啊，吼啊！但是伊有进前有甲阮讲，是毋是先办即个五甲尾排水吼？因为伊个算非都市计划，我来先办理即个非都市计划一寡相关的变更编定，所以阮水利局可能会先。目前已经开始着手先开始处理这个土地的前置作业，啊，后壁可能若水利署才有个新的计划，我会阁报计划去你甲争取经费安尼。哦，咱局长你请稍请坐，有三请坐，局长你请坐。因为水利这个嘉兴自洪处吼，百姓期待足久啊呢，啊，若阁好无伊吼，我相信因会足伤，因会足伤心的，因为大家拢讲会当底。滴水，啊，阁煞会当做休闲吼，会当运动，因为伊嘉兴里遐吼，拢无较空旷的所在，啊，希望讲局长针对这个嘉兴里的自洪处吼，我到尾这自洪处绝对唔通好无，一定爱阁继续争取吼，但只谢谢咱水利局吼，啊，针对着咱农业局吼，我要请教吼，咱农业局长吼，针对着咱这个最近电视吼，拢有咧讲到咱的蔬菜吼。起几倍以上吼，啊，是毋是咱农业局遮针对这方面呢？是毋是咱的蔬菜，咱产地的蔬菜是毋是会当出来啊？会当下啊呗？啊是有啥物政策会当来抵制讲，让伊卖介绍拢一个伊起起来？咱局长请问。啊，请局长答复。我们谢谢主席，谢谢翁议员对我们农民的关心吼。啊，直接甲翁议员报告吼。那么关于蔬菜这边受到这个风台两个风台影响真大吼，那么伊的价格伊的浮动哦，按真市面上看会到哦。不过直接甲王洋报告吼，我感觉最近农委会提出几个政策还不错啦吼，阁袂歹。伊包括讲鼓励咱的农民朋友建立的诶港股迄个温室哦，当然伊价格较贵，但是呢农委会相对伊一公顷应该补助550万，等于本来三分之一。啊，提升到二分之550万。啊，这边的两个风台，俺看到一挂迄个兰花园，伊的根骨遐拢无受到损害吼。啊，所以讲正面讲农委会，他应该有了解这个事情。第二，农委会伊有成立一个叫台湾咱的农业的国际开发公司。那么，伊会带起来会引进这个哦，按国外的农产品来抑制这稳定式的菜价吼。那么第三个就是讲，农委会应该包括安静，应该拢启动吼。
按公平会甲消基会呢，共同来对市场的一个抽查。哦，我相信这未来呢，拢会当做一个实质的效益。那么按的菜，由咱高雄市主管蔬菜庄啊区呢，按差不多伫月底，按这叶菜类，按进差不多有空心菜啦哈。啊，叶菜类差不多得当休闲啊。哦，以上呢，咱王员报告。好，谢谢局长，请坐。啊，针对着咱这动保处哈，咱这个最近大家拢有咱有动物保团体哈，拢针对着咱这动保处遮哈，咧讲着从因为流浪狗、流浪猫的问题嘛。啊，我希望讲，因为咱今拢林姐在嘛，林姐在是毋是针对着咱这流浪伫外口的流浪狗？即绝招的问题，我是一定爱绝招，卖阁予伊愈传愈侪，因为流浪狗伫外口吼发生事故足侪，因为会工作，那是会工家，啊家着伤的时阵，迄是要安怎？所以我希望讲，要了解讲，咱针对绝招这个经费，咱是安怎编？有够无？啊，若无够，是毋是咱有会当阁补经费，予大家办绝招，卖予狗仔阁一直，因为一只狗仔要生拢七八只、几十只。啊，所以伊阁一冬阁生两三水吼，所以我请咱局长针对这個。好，请局长答复。多谢主席啊，多谢王议员哦。我相信一个这个有一个按一个讲动物呢，我们友善的城市呢，不只是公部门爱努力了吼。那么对着按就包括按含水维师公的间隔，包括按动保团体按拢在保持一个互动的关系。那这点呢，阮的时常的。积极来警惕家己诶，做好这个工课。那么嘛，毋是袂使讲，市政府伫执行一个任务，啊，互人黑白造谣抹黑。啊，安尼时候，我认为讲，毋是一个好诶现象，对着我诶当人，是一个足打击诶。所以讲诶，我用啊正直接甲王员迅速报告一下，今仔任何一个动物保护城市呢，友善诶城市呢。应该是双方面来对话，毋是讲叫我的一个同事爱安怎样爱安怎样，搁兼下台。我认为这个是不足取啊，不足取。哦，这是我直接做严正的声明。第二个就是讲咱这个决议经费，我直接甲王议员报告，伫咱今年的时候，咱的决议经费是差不多550万，但是伫明年的时候，我已经提升到660万左右。哎，就是讲对着讲按登记性。登记来，王议员在讲这个流浪犬要安怎爱处理的事情，阮对着这个决议啦吼，阮来义不容辞。那么，阮两个含阮所有高雄市，包括中华民国，按所有的这个一挂的团体，包括兽医师工会，包括按的宠物工会，包括按的一挂哦，按的动物关怀协会，理性的动物关怀协会，我们继续来合作哦。以上甲王议员报告。谢谢，咱处长，我在我。因为我每一冬伫我地方拢办宠物绝杀、宠物预防针，伊是我这次的，我感觉咱处长伊是拢做正派，啊，相信伊一个公务人员一定唔敢做一落不法的代志，啊嘛相信伊是拢有咧处理代志的，针对咱这宠物的问题拢有咧处理的，所以咱处长辛苦啊，吼，啊针对了咱这个灾损这个问题吼，尤其每一届灾损吼，地方拢有的。拢话拢讲伊补偿无着，啊，我是毋是讲咱灾损这個问题是毋是爱研究出一套简单，啊，搁卖互百姓讲伊会申请无着，啊，尤其有风有扫过吼，现有诶物件迄拢已经袂用着啦，尤其若扫白啊扫过嘛有气，迄人也无爱啊，啊，我相信是毋是咱局长这边吼，针对着咱这个。再顺的补助的办法，咱是毋是会当去搁较精准的，啊较密切的什么办法会当来个补助？咱局长是毋是？啊，请局长答复。啊，多谢主席，多谢王议员。我想应该按这个补助办法，天然灾害补助办法是中央是一体，中央有一个标准。不过当在认定的时候啦，吼、哦，认定拄只林务部议员我讲到这個，认定的时候有划的区域在认定有啥小可有一个落差。那七点的时候呢，我会麻烦我的同事哦，来邀请按诶国库公所哦，当然已经开过几落遍会啊，不过还佫有不足的所在呢。我两个要求我拜托我的同事，佫邀召集按所有的伊个国库公所呀、先办人员，然后来做一个哦，讲实，我两个聘请哦，
哦，按这个农改场，哦，啊，甲这个农粮署的长官来遮含大家一个教育，安尼好不好？哦，好，谢谢。好，谢谢局长。啊，针对着咱海洋局吼，咱地方吼，因为去年的旱害吼，本地我想讲，吼、哦、鱼啊、死啊侪，拢用拖拉机咧车，车遐侪去分发路销，鱼啊一定会做好价，结果无，嘛是头啊未出啊好价位，嘛是搁缩落。所以就是讲，咱这个鱼啊的鱼量是唔是较过量？啊，我希望讲咱海洋局家是唔是对咱的饲出来的鱼啊，啊，咱有一个饲处，是唔是会当去开发出国际性的市场？因为我若出国去的时候，我想讲，卖食肉来遐食鱼啊，无结果去吼，拢食鲑鱼尔。我感觉鲑鱼有够歹食，咱台湾任何长鱼啊，凊彩嘛拢够较好食嘿。所以我是毋是咱的国际市场吼，咱是毋是爱开发？咱请咱局长针对这方面有是毋是有咧规划？局长请。好，请局长答复。OK， 多谢主席，多谢王议员。我想这个部分嘛是阮海洋局一直咧拍拼的目标啦吼。啊，当然针对这个可能因为前期外销市场过去像集中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个状况，啊，导致整个石斑鱼其实嘛是一挂是咱价钱下跌的这个状况。其实大概分三个部分，第一就是讲，渔业署中央渔业署家吼，嘛已经有推出一个收购的措施，吼，啊，针对就是讲，养殖户吼，啊，加工厂来收这个部分，分别。针对养殖户甲加工厂，拢有一挂补助的部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对内销的部分，咱嘛是爱做一个较增加啦吼。啊，就是讲，所以讲海洋局只嘛，针对吼咱内销的通路吼，包含百货公司，包含一挂卖场的部分，会使甲推销，甲只咱的这鱼产品推销到因遐，啊嘛透过一挂电子商务的机制吼，会使在网上买着。啊，第三就是讲，国外的部分吼，啊当然。海洋局只过去一直来拢会去参加，带咱的相关的这业者到国外去参加的展览。啊，当然即马嘛咧想讲，包含中东市场吼，会使有一挂清真认证的部分，吼，啊会使拓展其他无同款的市场，分散这风险的部分。好，我希望讲咱的市场一定要开发了出来，因为即马养殖业吼，大家拢做高饲，啊密度拢做高，所以一块温下来底，本来饲。几十只尔，即马可能阁饲几不了百几百只，所以吼、哦，我希望讲针对咱这养殖的问题，一定爱迄吼，啊，即咱这个寒害的时阵哦，寒一个寒天人，啊，温啊足惊凌风较早拢有咧做迄落啥迄落防风林、防风迄个棚啊、防风屏吼、哦，啊，我是讲，我的想法是讲，咱是毋是北边迄边吼，会当来做太阳能板？会当来产电，啊，佫会当来防一个杂风，这是毋是可行？我希望讲，咱内行之家针对这方面会当去研究看卖呢。尤其伫个问题内底，若做这一行，咱嘛是直接当个补助，因为这可能起个设备会较贵安尼吼。咱内行之家针对这方面是毋是有咧考虑？ Okay.好，感谢洪议员的建议啦吼，我想这个建议嘛是正好，阮会来找迄、那个阮的经发局，啊，包含阮市府这个太阳能光电办公室这个推动办公室这个部分，做伙来处理一块。啊，当然目前太阳能光电大概应用在东西的室内的繁养殖场的部分的处定啦吼。啊，当然要应用到问题上面来讲，可能嘛有一挂技术的问题要解决，譬如讲。伊个馈线是毋是会使到这个问题？所以讲，伊发出来的电是毋是会透过馈线回送到整个台电的输配电的电网，会使来卖予台电？无到时阵，咱发出来的电吼，啊是啊无无都卖转去予台电，这对咱许用一户来讲来讲嘛，伊无都卖钱，这嘛是一个困扰啦。啊，所以讲，阮会继续来研究讲。看评估讲，看这个部分吼、哦，是不是有执行上的困难？阮会使来跟阮的迄个经发局，即个太阳能光电推动办公室来继续来研究这个部分。因为针对着这个风，冷风是拢伫北方来嘛，所以咱的阮也是四面嘛。我是讲，若炸一面起来，啊，迄面就是炸迄冷风，莫用对迄落水落吼，啊，鱼也着较冷，是因为。像即个咱的洪台的，咱即个旱灾的时阵吼，温啊若有
在一个树啊，迄个所在，迄块温啊，迄块鱼啊，拢无代志。所以伊迄搭生着迄个树啊吼，啊风就无直接降对水面落，所以无影响到伊个领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上较早我会记印象中，伫布袋方面，寒天的时拢有做迄个炸饼啊，啊咧炸鱼温啊。我想讲，这咱是毋是用太阳能会当来研究看卖啊咧？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咱针对咱这太阳能这方面吼，会使特地特别来研究啊，因为温啊，规岛拢是拢温啊嘛，所以毋是一块一块。咱温啊来要做的时，是毋是北平迄边会当规岛拢大家拢去讲，同齐做起来？啊，是毋是线得较好看安尼吼？好，我们来研究这个部分啦。啊，当然，嘿啊，因为过去讲，过去可能在防风林这个部分，因为有咱的用水好反映讲，因为落叶可能会影响水质的部分啊，所以讲其实吼，啊，另外就是咱一寡那么好用咱的用水好的朋友吼，其实在沿海的部分，咱的防风网在北面加一个简单的防风网，我们这嘛会使预防咱这个沿海的灾害。好，啊，请刘新正议员质询，好，时间20分钟。好，请把那个放出来，好吧？啊，主席，还有两位蔡局长，还有我们的王局长，哈，还有在场的各位主管，还有啊媒体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们看一下哈，各位局长可以看得出各位同仁哈，这是什么东西？是什么做的？我不晓得大家晓不晓得哈？我过去，我都一直强调，我希望我们能够加强运用我们的农产品的加工，包括我们的每一个地区美农旗山山林甲仙六龟，包括内蒙每一个地方的农产品能够去加工。但是呢，我们蔡局长上一次跟我讲，他说这个呢是属于经发局的事情，不是农业局的事情。蔡局长，你大概已经看了，这是什么做的？农业局蔡局长，能不能答复一下？啊，请局长答复。好，谢谢主席，谢谢刘议员。如果看得不错的，他好像什么大美莲心，是不是水莲做的？好，请坐。这个呢，是用美浓的野莲做的，而且呢，是会造成污染没有用的野莲的那个头部剪下来的，在美浓经常造成河川的阻塞，包括中政府都是有很多野莲类似这样的一个剪下来的东西流到中政府里面呢，造成中政府的氧化。马英九马政府的时候，客委会委托我们工研院生技所开发了这么样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包括食材可以拿去做蛋糕饼干的食材，因为呢，经过工研院的生技所，他发现野莲的这个根部不要的东西呢，非含有非常高的氨基酸，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非常好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他也做了面霜，他也做了乳液，他也做了肥皂，对于人使用以后呢，有很多正面帮助的东西，创造了高附加价值。这是我们的农产品的另外一个升级，让我们的农产品，让我们的野莲彻底的从可以吃的就拿来吃之外，不要用的人没办法吃的也拿来去做成开发一个新的产品，彻彻底底的创造了农业的附加价值。这一部分呢，我希望我们蔡局长，我们农业局能够记起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把美浓以外其他旗北地区，因为旗北地区是我们整个大高雄含农业最重要的一个产业，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好，我希望这个一部分呢，据我所知，有很多美浓的青年人对这个已经产生了兴趣，想投入这个行业。好，可以做饼干，可以做面包，甚至做蛋糕，可以加入的食材。好，我想这一部分呢，我希望这个蔡局长啊，能够好好去思考。还有一个
在市长施政报告结束的时候，我曾经跟市长好报告提醒，全国区域计划修正 公告呢，即将在年底要公布了。我不晓得有关于我们美浓的吉阳地区的养殖业的一从特殊农牧用地改成一般农牧用地的这样的一个步调，我不晓得我们农业局有没有到目前为止进度如何。据我所知，我们地政局已经把图册已经交给农业局，农业局现在进度如何？请蔡局长答复一下。局长答复。好，谢谢主席，谢谢刘员。我想现在这个上一次刘员在市长工作报告之后呢，那么当然我们市长也有交代，我们地政局跟农业局保持密切联系。然后这一个东西，这一个计划呢，我们地政局跟农业局呢会采一个比较快速的方式呢，就是预审。好，预审哈、哦，就是说这样子提前座位的预审。那等到他公告了以后呢，我们就会来直接进行。好，谢谢蔡局长哈，希望这个不要等到公布出来以后哈，不能变更的时候就麻烦了哈。那我们到时又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哈。还有呢，刚刚我们知道921共识的问题，我们原来我们很多农产品到大陆已经产生了一些障碍。那我们蔡总统也在讲说要南向，不晓得我们的农产品有没有走南向这样的一个考虑？蔡局长能不能答复一下农业局？好，请局长答复。我想南向政策在蔡总统还没公布南向政策以前，高雄市政府已经开始在三年前就开始进行，包括我们的清真认证都已经在进行。好，蔡局长，我们有哪些蔬菜农产品往南、比如说我们的木瓜、红龙果、我们的荔枝、哦、还有我们的芭乐、哦、都有，凤梨都有在南向。大概金额有多少？哦，金额的我这里数字没有，但是我说能不能把数字给我？好，因为请坐，因为我们的农产品有很多跟东南亚是有重复的，包括芭乐东南亚有，包括荔枝东南亚有，包括木瓜东南亚有。我们的产品到那边去，面对了当地农产品的竞争，这些问题，我想我们必须去思考。好，口号很容易喊，要落实，要真正有落实有绩效，不是那么简单的。好，当然产业部分我另外会咨询的。蔡局长，从你的市政报告里面，我没有看到对于这次梅季台风的救灾的这个内容呢，有涵盖在里面。我们的高雄大高雄这一次的梅季台风的灾损大概金额有多少？你有没有统计？好，谢谢主席，谢谢刘员，在这里跟刘员报告，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报告是今天的工作报告是没有关系，金额有多少？我必须要跟刘员那个，我们梅季台风是两亿多啦，两亿多哈。哎，梅季台风。蔡局长，据我所知，我们的同仁到现场去看了以后呢，有一个就是补一不补二，因为我们先前的台风有补助了，然后呢，现在梅季台风又在发生了以后，我们不补助，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这是中央规定的一个天然灾害救助办法里面所有的，就是说，我想同一产期的，我有跟市长做一个报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些网子要不要钱？这些的木瓜，包括香蕉，他们这些当时可能是没有被补偿的哦。那他们当时没有被补偿，这一次发生灾害了，他们已经没有用了，他们该不该得到补偿？我跟刘员报告一下，我必须要做一个说明哈，让刘员也深入了解一下。其实他灾损的时候，如果就是灾损补助是有的。第二个，我们有一个复耕计划。复耕计划就包括我们的网子的复耕计划，还有就种苗的复耕计划，包括我们有机会思维的复耕计划，它都是可以补助的，它都可以再申请的。这些网子可以吗？网子坏掉了，如果他要重新买，他就是复耕。复耕就是说他必须要做一个计划书，因为每公顷5万。因为啊，这一季
可以说农民的收入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了。在美浓，红豆没有了，然后呢，香蕉经过两次，好像这个呢，都已经木瓜都已经不行了啦，你知道吗？可以说收入是没有了，又还要复耕。据农民告诉我，他光是这些啊网子啊，损失了大概就有差不多六七十万。这一户，所以好，像这些呢又没有收入，又还要复耕，好像这些呢，是不是？我跟市长报告了，我们是不是向中央主动向中央要求，像类似这样的情况，是这目前的办法要做一个修改？其实在这里跟刘员报告哈。当台风灾害发生的时候，包括我们布兰地台风，或者还有就是我们梅基台风发生的时候，市长在第一时间跟我们农委会来反映，那么我们也得到农委会呢一个善意的回应，所以说包括我们的网子的补助，从以前的三分之一提升到二分之一。好，局长。还有一个怎么样的补助呢？局长，这样子还有机会。我的原则就是要补偿。好，就要补偿，因为已经没有收入了嘛，已经够可怜了，好不好？我还有其他的问题。好，你看，像这些呢，都已经不行了。好，所以说他可以再重新复耕，做一个种苗费用，每公顷都有。局长，你再看一下这条，我已经讲了一年了。这个是农业局的观光农场的一个走的路，我说赏梅步道。本来有四五万人，一年来都没有讲了，都不修，哈、都不修。然后呢，你看啊，这个呢是农民本来上一次，不过当地的老百姓有集资，有去修了。现在呢，经过梅基台风一来，又变成这个样子，变成这个样子，更惨的，你知道吗？好、哦，这种路要怎么走？这种路要怎么走？我们是在局长摆在这里。农路就是这样子，而且是比观光非常重要的啊，农业观光农场啊，哈，我不晓得这一次的农路预算我们编了多少。我跟刘局长，你答复我的，这一次的农路预算我们打编了多少？五千万，五千四百万的样子。五千四百万，五千四。你认为我们高雄市政府编五千四百万，对得起高雄市的农民吗？在这里，隔壁需要跟刘员报告一下，刘员所提出的这一条道路呢，我们已经跟水保局、台南分局呢，已经联系过。台南分局呢，最近呢，他们在明年的一月初，他会进行来整修的工作。那第二个，刘员，我再跟刘员报告一下，我们所有的一个农路的一个整修经费呢，如果包括我们的农村再生里面的核定金额呢，我们一年有将近一亿八到两亿。每一个预算都有它使用的目标。都有他使用的目标，局长，这个是一年了哈，一年了。你说明年初会盖，局长，你先听我讲，你先不要讲话，你先看一下，好，这个是农路，到处千疮百孔，千疮百孔，这就是现在的农路，你知道吗？好，所以啊，你认为五千四百万，你说哪里又还有钱？其实每一个钱。在编预算的时候都有它的目标使用的原则，我知道，但是我们有很多，因为为什么啊？这个农路坏了，这个地方坏了，坏了什么？要等风灾来了，有风灾了以后，我们等到风灾了以后呢，我们呢再来报灾修，是不是？局长，我绝对没有办法忍受农路预算只有五千四百万，我可以，我绝对没有办法接受。对，我可以跟局长，你不要讲话，先。好，我绝对没有办法接受。我已经讲了，我上次我就讲了。市长有动之第二杯金。我绝对不会接受。不是，市长有动之第二杯金跟灾害准备金。好，局长，请坐。所以不止五千四百万。啊，请局长坐下。好，我上次我就话已经说在前头了。好，水利局蔡局长，你有什么话？是不是上次我在市长咨询的时候，你好像有话要说，你能说一下？好，请局长答复。谢谢主席，谢谢那个刘议员哈。那因为上次议员有提到我们那个西洲抽水站的一些相关问题，还有刚刚的这个中正五排水的清淤哈。那西洲抽水站其实按照它原来的设计，有它的一个设计标准。
那我想在西州地区这一次在梅基台风的一个强降雨，它有超过我们的一个设计标准，那区外集水区外的这个水也全部往这个地方最低的地方去流。那跟议员报告就是，其实西州抽水站它是17个小时一直在运转，那地方上面有反映说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水排出去的这个排水口，其实它是用压力箱涵把它送出去。那我们也有24小时的这一个录影监测，那想要看哪一段，我们在地方说明会都有播放。那后续可能就是在我们说明会提到的，我们要做一些相关的观测，让民众可以看到整个这一个抽水站运转的状况。这个部分是要做一个补充说明。好，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一个那个中正湖排水的清淤哈。其实我们今年度已经在汛期前完成了1900多公尺的这个清淤检视。那其实今年度的雨量比较多，那议员提到的这个清淤哈，它有很多的这个清淤，我们必须要依照它的断面去清淤，我不能清太下去，太深。好，因为我们看这个护岸，它早期都是省驻都局那时候做的，如果我清太下去，我们这个都是挡水墙，那水位一高的话，它会形成一个倾倒的例句，那下面倾得太深，它容易倾倒，所以这个会造成灾害工程。好，谢谢，我做以上的补充。局长，谢谢。我想哈，水利局局长你请坐。水利局在救灾过程里面呢，这一次真的是不明不休，在做说明会的我也这样讲，好，我们的同仁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这一点我绝对要给你们肯定，你们的专业我也知道，我也肯定你们的专业。在这里面的治水过程里面呢，有很多我们是委外厂商在做，好，如何控管，在管理面的事情我们要做好，我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在这一部分呢，所以站在议员的立场，虽然你们很辛苦，但是该讲的我还是要讲。好，这个呢，事实上横沟刚刚你讲的不能挖得太深，在这个地方呢，局长已经是将近20年没有清了，20年没有清的泥土，你说这个完全不再走，就是这样拨，老百姓在看了、啊、你知道吧，他们就跟我讲 这个东西呢，你看 这样子的一个，把这些泥土只在河床上这样拨平，那对于排水会有帮助吗？一定没有帮助，因为容量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你看这个就是太安巧嘛，我一再讲它距离这个水去了以后就过不了，就浮上来，从对面嘛，这是下雨时候从对面就溢出来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一直在讲说太安桥要盖，要重新做过，对不对？哈啊，这样的水怎么不，这个这次美诺淹水就是这条啊，就是这条桥啊，啊桥溢水溢出来啊，对不对？溢出来以后，结果呢，又这边又是墙，那边又是墙，这边又是墙，只有往店家人家住家里面去啊。好，我希望说这是海马又来，好在没有来，我希望说好，这个墙啊是把它赶快把它打掉，不要一出来以后没有地方去，又再跑到人家家里去。好，这一部分啊，好，我想要赶快。好啊，你看这一个是美浓溪疏浚之前，所以呢美浓桥我也主张美浓桥要重新盖了，为什么？你看那么多柱子，这柱子呢漂流木一挡了以后呢，搞不好将来这个桥整个就垮了。好，你看那么低，当时是疏浚之前的，好，因为它实在柱子太多了，这个老桥你知道吗？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当时疏浚，气候局在疏浚的时候情况跟我们横沟的疏浚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你看它呢还有，你看它的还有卡车在那边来来往往，一直在载个不停，很快就疏浚了、当地这样子。所以呢当时到天后宫那一段再往下一点，事实上那一段的疏浚很多人是满意的，但是呢又往下去了，到中潭下去一直到旗山溪那是没有疏浚的。所以呢如果是那些有疏浚，对于整个盘湖帮助很大，和帮助很大。所以这一部分呢、啊、我希望好，这个呢这因为这样的疏浚呢使得大大减少了美浓那个美浓淹水的时间，加上了排洪。好，所以我是希望说局长要记住，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很快讲了。局长你刚才讲了中政府的疏浚，这个土是从哪里来的？中政府挖了以后再就堆到旁边，挖了以后堆到旁边，你知道吗？啊，这个就往旁边推，这个是中政府疏浚上来的泥土啊，下雨下了以后又流回湖里面去了，
是这白做啊，这个白做工啊，哈、哦，白做工啊，所以这个中政府的这个数据呢，是不是有效？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好、哦，花了很多的时间，是不是赶快把这些泥土运走，来加强我们中政府的它的哈、哦、那个防洪的功能，把它变成一个滞洪池。刚刚提到像广湖里也是一样啊。广湖里事实上，局长，我们要看到整个地形。广湖里呢，你如果刚刚讲你十号桥，事实上它整个水从美浓来到了以后呢，它的水整个是靠在十号公路的旁边。你如果说沿着十号公路旁边做一个滞洪池，会有很大的效果。你去思考一下，好，思考一下。所以像这个美浓中政府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滞洪池。但是呢，我们如果数据是这种方式的话，局长，中政府的这个防洪功能啊，可以说完全没有，几十年累积下来，泥土就一直往上这样一直堆，好、哦，不是有用途啊？你这边要做花园吗？要做其他的用途吗？好、啊，做其他用途的话，那真的我啊，这个是不是很容易就流回去了？好、啊，那做其他用。好，再给两分钟，是不是？啊、哦，所以呢，你看一下，这个是老百姓都在看哦，老百姓都在看，好、哦，所以呢，我们一定，你看，哈、啊，挖了以后就往旁边，好、哦，做西周抽水站的事情，你看了哈、哦，事实上，我是要看看你怎么讲，当时你可以淹成这个样子，西周抽水站，因为它在底下嘛。那个出水口啊，它出水口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局长，你看一下，那么小，那它是，但是呢，它的排水口多大，你知道吗？取代了你的抽水口那么小，所以呢，我一直在讲，从抽水站一直到虎形沟，局长认真的思考，做一个疏洪道，以广湖里跟我们西周抽水站的比较不一样的话。广湖里你可以做滞洪池，会有非常大的效果。但是以这一次的西周的淹水的大面的情况的话，要做疏洪道，而且刚刚好地形的差距30米，滑下去水从湖心沟出去，好、哦，还没有淹水之前，好、哦，水呢就慢慢的从湖心沟就排出去了。再加上我们现在的抽水站的话，好、哦，就可以达到一个防洪的效果。我想不晓得局长认为怎么样的，局长能不能说明一下？好，请局长答复。谢谢主席，谢谢刘议员哈。那刚刚刘议员的问题，我一一做答复。那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整个美浓地区的淹水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地方说明会有提到这个美浓区的这个。你有做将来要做怎么样整治嘛？对我们美浓区的话，它的一个强降雨超过我们的设计标准。那刚刚提到这个美浓地区，我们刚刚也有提到，我们未来会做一个美浓中正排水的一个整个拓宽，以及美浓湖的一个调洪方式变成离潮式的调洪。那议员刚刚提到的这个美浓湖的疏浚，其实我们大概5年会清疏一次。那刚刚议员照片里面所提的，其实我们今年本来在7月的时候就要完成，但是今年豪大雨一直下，所以到目前整个清淤工作还没有完成。这个照片都是目前在清淤中的，那些土我们有依照我们这次要清的量会把它运走，而且我们这次清的量是总共17万方。那未来完成以后，在年底大约11月完工，我们会把整个美浓湖的那个滞洪量达到70万立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还没有完工的。那刚刚提到这个泰安桥这个栏杆哦，其实照目前，因为美浓地区很多的排水都没有办法施作，因为地方上有很多的一些陈情抗议，所以我们当初的规划是把这些栏杆改成防水墙。所以这个泰安桥的部分，我想我们局里面会再做一些示意图跟议员报告，它其实是应该要把它改成防洪墙之类的，才能够有效的去阻水。那刚刚有提到这个中正湖的这个清淤哦，并不是20年都没有做哈，我们其实每年都有定期做清淤，但是淤积的状况可能一直持续，所以水利局会在加强这些清淤的工作。那刚刚有提到议员提到这个那个西周那边虎形沟等分洪的规划，这个部分水利局已经在上次说明会回来，已经开始签办这一个检讨规划案，那今天会公告上网。
那这个案子在规划的过程，议员刚刚提的这一些相关的建议，我们会再跟议员以及地方民众做说明，大家取得共识以后，我们会跟中央争取经费来执行。好，麻烦那个农林第二召集人张汉忠议员来主持一下哈。请钟镇友议员执行十分钟，时间二十分钟。啊，主席哈，今天农林部门哈，所有列席的一二级所有各单位主管哈，辛苦啊哈。市民朋友哈，大家好哈。今天农民部门咨询哈，我相信听足济这议员的建言哈，拢是针对这款风台所造成的，无论伫水利也好。啊，是这个农业的部分啊，吼，大家拢非常的关心啦，吼。啊，不过我伫遮呢，吼，首先我来肯定这个迄个起户的团队啦，吼，实在不管是水利啦、农业各单位，吼，不眠不休啦，吼，这个是值得肯定的啦。那么首先对水利方面啊，因为这次的雨量呢过大，那么真济民众吼都造成损害。不过呢，还是很多人啊，对我们事务团队啊，就是这次啊有在清疏哈、哦，不然的话这种灾害啊，好、哦、不哈、哦、还更严重就对了啦，好、哦、这个也是值得肯定的。好、哦，阿本乡的家呢哈、哦、啊，就先从水利方面哈、哦、啊提出出来建言哈、哦、啊，我就在讲啊，像那个我们的那个旗山溪啊。吼、哦，伊个出口吼、哦，岭口遐方便吼、哦，因为伊就是好长修宽嘛吼，修管啊，所以既有抽水站，有这些，还有包括美浓啦、啊、甲仙山林所有汇集出来的这个水啊吼、哦，当然就是吼，无、哦、的流量无遐大嘛吼、哦，啊，这个是吼、哦，伊个河床吼、哦，河床啊、哦、已经满了，好、哦，这个我是本身个建议吼、哦，要建议河川局，好、哦，一定要加强清疏。你若好床啦，加落了吼，伊会排水，自然就顺畅。那么至于吼、哦，这个伤害就会减到啊更低啦。不然你再几步的雨量大的话吼、哦，再多几步的抽水吼、哦，都啊没有办法来消化啦。吼、哦、啊，这个是啊，尤其疏浚吼、哦，也是一个财源啦。好、哦，因为沙洲嘛是一个财源呢。我们现在政府都一直在说要开源节流啊，啊，这个也是开源的一部分。所以本身。希望讲吼，局长来建议这个河川局吼，对于那个旗山溪啦，吼啊，加强来疏浚，好为河床啦，降低了吼，啊，遮旗山地区遮水吼，较袂拢安尼吼积掉的，吼啊，因为所以即个造成的就是遮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吼、啊，就是这个广福方面啦、啊，因为局长也是很辛苦啊，用晚上的时间啦、啊。那我们旗山区三位议员、啊、也有到场来关心啦哈，这就是补助问题，哈、哦、啊，本身哈嘛是建议讲哈，这个认定啦、啊，补助认定从宽啦，哈、哦，补助认定从宽。那么第二个呢，啊，就是有关抽水站的问题，因为那个广福它是临时的抽水站，啊，这个也造成安尼，多少议员底下讲吼，抽两点钟尔，因为啊。伊迄个临时性的嘛，到尾风急一下吼，伊出水的拢总开河风拢扫掉嘛，扫掉了当然是我都搁抽落啊。哦，所以今仔大家拢伫遐讲爱追求啥物货吼，但是我是无讲这个啦，我是讲最主要是毋是咱来找固定式的抽水站，吼、哦，就是讲设安定啊，找到可以设定固定的，吼、哦，那要启动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启动，不是因为台风过大这些受影响，吼、哦，不然迄时吼恁要。哦、要去过去、哦、要用的话都给也没办法过去嘛。好、哦，这个阿哥、啊、第二个就是自洪池的方面，包括西周地区啦，好、哦，尽量弥补自洪池哈、哦，能够啊减缓这个啊、哦，容纳这个水哈、哦，而且总结哈降较低安尼啦。啊，为这点哈、哦，我先请这个局长先答复一下。局长领导，谢谢主席，谢谢钟议员哈、哦。那。刚提到那个旗山溪的疏浚哈，其实这个部分每年度哈，那个企鹅局这边在旗山溪、美浓溪都有固定的疏浚工作。那
我们水利局还有区公所，像今年度三林，还有不是甲仙六龟这个部分，他也有来做申请。那茂林也有开始申请。那未来在明年度，想我们希望说七合局那边我们会跟他沟通，因为今年度的这个豪大雨，超大豪雨，确实让整个这个河床又垫高了。那明年度一定要做大量的清淤。那不清淤的话，我们整个周遭在这一些河川的周遭的那个我们的中小排以及区域排水完全排不出去，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跟企业局来沟通。那另外广福里的这个说明会当中，我们有提到，刚刚我工作报告有讲到这个补助的方案认定，那初步的话我们要先跟这个地方区公所请他们帮我们做调查，那认定的部分我想这个部分最后的核定要到市政府，我们会依照实际的状况那报到市政府这边来去做核定。那另外就是抽水站改为固定是在广福里这个地方，当然一定有它的必要，好，这个部分我们也有做过内部检讨。那至于这个固定站它要抽的这个集水区的范围，这个部分未来我们会做一个规划跟议员做报告。那自容池的规划也是会并在里面，因为其实那个区域依我们的专业角度是比较也蛮适合做一个自洪池，因为那个地方算是很大片的一些农地，那如果它有一些适当的一个公有土地台塘的部分，我们也是希望做这一方面的规划。那这些方案我们未来朝这个方向去做，然后会跟议员以及地方民众再做说明。好，多谢，好，谢谢哈。等下哈，我请教这个那个自来水经理哈。经理也刚接任嘛，过去也在这里服务过嘛哈，驾轻就熟了哈。本席有建议两点，第一点，即马就是三拉地区啊，三林地区的月美跟月美，好，一个是美貌的美，一个美丽的美哈。一家即马有底下施工嘛哈，请问现在施工进度了哈？那么第二个就是有关月美啊，美貌的美，哈，美貌的美啊。那个地区叫内寮啦，就是我们月美里的一林到六林啦，因为这在这次的一个自来水啊没有纳入，当然水啦，灯啦，水灯才是人家切身的地那个最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地那个那么对这方面还有第二个就是月美美丽的美，它的所在就是叫大平跟下寮，那就是一个第一年呐、啊，第一年到第三年，月美里哈、一个第六年哈、加三三加两个所在哈，因为这届时哈，本来他们就统一都有在申请嘛，不过没有纳入，所以一定跟本席欢迎爱争取啦哈，请迄个经理哈、对这部分要安那来分进行安那争取，请迄个经理答复。再见，你到。谢谢主席，还有谢谢我们钟议员，非常关心我们无灾水地区的一个供水的一个问题。那有关我们这个灾水的一个延管延长管线的工程都要供了月美里的部分，虽然混能保温这部分就是说事实上在一到二十年这个部分到二十年的所在，那大概有11800米这个部分呢，大概就是有整个工程经费大概将近5000万哈，目前都在施工，预计在明年的三月以前，整个就可以完工哈。这里这段，都在讲讲未来够一个三年的这个部分哈，这个部分呢，大概我们也大概有估算了一下哈，这用户数较少，但是也经费大概哈也差不多要150万左右哈。这个部分因为最近都在准备在都拟在嘛哈，我们最后一批在做提报。那这个提报呢，会列入在明年哈。如果一般来讲都是年初就开始会作业哈，有几次。我们列在第一批啊。如果这个进去的话，当年106年也就可以做哈。这起明年年初，我们现在就在做调查、做规划，弄好谁啊？准备要提报到那个我们的经济部的水利署来做评比哈。那第二部分就是都要讲的月美里的部分哈。那月美里呢，那大概就是像6到24里这个部分哈，大概。也将近5000公尺哈，那这5000公尺呢的经费，将近快2000万哈，1900万左右哈。那目前来讲哈，目前也在施工，预计今年呢，今年年底之前，我想能快一点哈，就能够完工。第二部分就是多来讲讲，这个还有一个1到6里的这个部分哈，
这个所在可能要改造1500米啦，哈、哦。千五米这个部分总经费也将近要500多万。那这500多万的经费呢，我们也一样哈、哦。目前刚好也刚好整个规划，包括调查哈、哦，用户整个出来哈、哦，我们也是现在在做一个会诊。我们也预计哈、哦，在今年年底就会把它做完，明年哈、哦、就是提报到106年的一个无载水的一个严管工程的评比。那如果顺利的话，哦、我们也会积极来争取。我们希望在明年也都能够把它完成。好、哦，这是以上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好、哦，谢谢。好，这个都是民众啊一直向我们服务处反映的。好、啊，希望讲经理也到任了哈、哦，至于这些还没有完成的哈、哦，继续能够关心一下。好、哦，该提报的要怎么样争取的？哦、能够促成、哦、让它早日能够完成，让民众、啊、能够享用啦。好、哦，谢谢。啊、哦，啊，接着下去哈、哦，我要请教农业啦。哦，这届哈、哦，包括市长也好，总统也好，包括咱农业局的团队也好，局长也好哈，要拢来关心到这农业的问题啦哈。农、哦、业吼是一个，会当讲吼，非常的多有风台来吼、哦，就是上麻烦的啦，安尼啦。啊，但是足少像今年呢。连续2-3个台风啊，都集在一起的，好、哦，就这样，那个你像我们到那个，由于那个啊各方面的蔬果啦，哈、哦，那个补助都是有农委会统一规定的，哈、哦。不过呢，哈、哦，今天哈，前了几丢搞啊，还是中东啊，民众都一直在反映，能够向农委会啊争取不同的作物。哦，比如一个讲哦，经济也好啦哈，属于补贴7500万安尼哈，哎，7500一分地啦，一分地哈、哦，7500啦。啊，实际上哦，这是无够成本的，但是只是那个就所谓的补助而已，不是要让你满足啦，哈、哦。安尼这个是哈，爱、哦、提悬的啦，因为哦，像即卖经济无经济，一斤经济拢千几块啊，伊6-7斤经济啊，一分地当种差不多180克的左右啦，好、哦、看密集或者是。比较宽哈、啊，以标准来讲是170，哈、哦，170克啊，一分地啊，哦，啊，所以一组成了哦，哈、哦，啊，当然这些成本不高，不过这个是希望讲，这个是要在整个反映给整个农委会，哦，这个是不是干那咱独独高雄市会当迄个另外的啦，哈、哦，不过就共同来关心啦，像我们这次你看跟市长啦、啊，跟这个我们哈、哦、农业的那个哈、哦、局长所率领的团队去，你看安尼练舞无，六句无吼，看到真正爱流目屎，吼、哦，迄一丛练舞吼，高安尼水水规尾，规尾就对啊，吼、哦，吊底遐落落来啊，好啦，拢烂去啊，啊，规尾规尾拢吊底遐拢打去啊，吼、哦，啊，这个用损失，唔是讲报一个9000块，吼、哦，伊一丛都唔拿袂9000尔啦，唔好讲一分地啦，唔好讲一区啦。哦啊、所以对各种的农产品啊，哦、啊，也迄个算讲，哦，要照顾的这个所下的成本会较悬呢，啊，这个就有奈这个、哦、我们这个农业局相关单位来反映啦、哦、不过呢，哈、哦，这个因为这个风台一年补助一届，这个原来是这个农委会统一的规定啦、哦、不过就是安那，头拄啊林议员啊，真济议员拢有关心到，因为这届。连二接三的就是来台风嘛，哦，除了讲市迄个总统啊，到迄个吼市长啊，农业局到迄个看木瓜一个比论吼，他们要求就是说这个要从宽，哈、哦、啊，现在民众的反应就是从严啊，乡镇那么多啊，每一个乡镇，哈、哦，他们就是所有勘定啊，认定就对了，都不一致啦。啊，所以讲有需要讲总价迄个哦，农业人员这些对这些、哦、来跟他们讲一下，因为一现在那个农业的标准就是灾害有达到20%呐、啊，就有补助啊。啊，就以这点，我来请那个局长啊，你讲的20%是几分地补20%啊？就是啊，像你一分地来讲，是补这个一分地，还是补迄两厘安尼啦？20%。好、啊，请蔡局长领导。谢谢主席，谢谢林毅。那个中研对我们农民的关心，伊也两成，应该是一分地啦，中部啦，中部啦。好，就是讲，伊虽然一分地，算是两成，但伊也是一分地中部啦。好，局长请坐。问题就三星伫遮啦。啊啦，有诶5分地哈，一看看诶，哈，已经达到2成以上就构成灾害了嘛。救助办法就是达到这个目的嘛。啊，有诶人准伊3分，有诶准2分，有诶准5分。好、哦、都不一致，我、哦、乡镇那么多嘛，我服务处拢加那鸡鸭鸡啦，我、哦、啊从宽结果从严，哈、哦，
那么有的我就是要请教这个假设树的那个啦，因为一年也在补助一次嘛，假设说这个100号的土地有5分地它准3分啦，那第二次台风来它不是只有准2分地，它不是有3分地还可以申请吗？对不对？他说这个已经申请过了又不能申请，这个问题凡事 都有必要哈，所以人家承办人对这种认定有需要。有的人我准我5分已经达到2成以上他补我2分而已5分地补2分第二次台风来了 我只有补到2分我还有3分这次又被那个吹掉了他说你这个有申请过了不允许申请2次所以哇这个真的是很急迫希望在认定的标准也差不多，因为上面人说怎样，因为做事的人就尤其种香蕉、包香蕉的人，伊枝山也有，不是干那一个枝山尔，伊山也有，架山也有，米拢也有。他们每一个地区去勘察的时候，我这路比这都较济，那袂贵。这个有达到2次了，这个有过了，这个确实是这样哦。有足侪人敲来电话，我讲我只能拜托伊重宽啦，干那会使安尼讲尔，我们又不能跟人家做裁决。因为承办人员他没有盖章，谁也不能代理那个确实有这种问题，所以刚才林议员有讲过这个这个一定要把这些旗美地区这些那个就是灾害的有必要办一个讲习啦。我们灾害这个损失的时候有达到两成，就所谓的你鬼哭，你有两成不是玻璃两成，是就达到了这个灾害整个面积不剩了八成啦，你玻璃两成剩了八成，第二天又结掉阁未使申请，伊有申请过啊嘛？这个是我希望这个爱拜托安尼，第二爱讲实啦，这个要灌输啦，要从宽啦，不要从严。迄农民我来甲伊讲伊的投资的迄落你报掉迄落根本就无工资，卖讲成本啦，卖讲成本，这一点啦就这个时间方面记得总统过来的时候，包括市长、局长也在这里讲嘛嘛希望讲希望说台风一过的时候，他们要把握那个时间。是用雇工的方式请你们去筹备嘛，也交代农委会副主委嘛说这个要去规划，第一个军队协助第二个是说农业局来平常来训练有的调查说这些人有风台时万一出来做工作没有要的时候就紧急像动员令一样这样的时候你要来赚这钱紧快点恢复因为今天没有把握时间的话也环境啦各种一样，你像这个木瓜也好，你泡水了哈，那不是短时间可以那个的。也想啦，你若讲浸甲超过这些时候，伊慢慢啊软紧，到尾啊规丛拢连了了。当然你复勘的时候，看到还有几颗壳还不错啊，刚才时间你若无超过迄落一百百斤是无要紧啦，伊若百斤的吼，伊到尾啊拢软，软到规丛拢黄掉，尤其人家种的那个瓜瓜类你嘛看安尼，好好尔呢，日头出来了，规丛规条拢连了了。这个是因为局长也是农业专家了不过我们站在民意代表的立场，我们要疼惜农民一定要跳起。对农民应该有的福利因为是不得已嘛，大家都不要台风来嘛，不是要领那个补助嘛希望从宽从速。较紧呢，迄有的人申请完的时阵，各部委我得等你各部委来，我就。鬼窟窿去了了，没有恢复的机会了就是有这种状况了所以木满公站在我们市府这个优良的团队对这种要督促乡镇公所就是有关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勘察了，这无论哪一个方面都要从速了从宽了不要从严了，这点来拜托局长了下局长大炮。蔡局长好，好，多谢主席，多谢钟议员我甲钟议员报告一下，其实这边的时候有申报，到十月十一开截止的时候有28区啦，但28区内你啊看卖，按今仔拄啊十月21号，十天以来，阮已经完成25区的一个复查，已经发放金额，发放伫15区去啊，就是讲短短十天内，阮已经完成这个动作啊，所以阮在。后礼拜的月底，阮希望讲所有物件，阮会含区公所来联系，赶紧甲钱确定发落，安尼农民朋友。不过按中央所讲，讲复耕的时候，因有翕相起来，我们都一概承认，他就可以进行复耕。袂那讲中央所讲的讲哦，爱个阮咧看了啥货安尼，阮是咧看迄个物件，因为安尼复耕有时间性。
等到你咧讲来讲有时间性，即阮会尽量来甲帮忙。所以这个我感觉就讲，这都是爱刚性要灌输的。有些乡镇承认你发生的照片，有时候说不算。啊，事后阮拢有甲因讲，那这有足侪拢是那讲哦。我相信局长应该有接到这款的声音嘛。所以阮两个拢会甲区长啊，甲因的主笔啊，拢有肯定讲，我嘛希望讲因会当去向我们美浓区公所来学习。吼，安尼我嘛是安尼讲，阮的杨祖密遐底下嘛讲得足足好诶，你应该知嘛吼。所以讲有足侪，阮实在拢是安尼做。不过啊，讲有做了较无周到诶，阮希望讲，阮会慢慢来改进吼。啊，阮爱拄只庄园所讲诶，讲来讲实，我有拜托阮诶同事，一定爱来过来召开，互大家愈了解安尼较好无？哦，多谢哦，辛苦哈。好，谢谢庄园的事情。好，接着下去，请林婉容议员质询，时间20分钟。主席，我们农林部门业务质询，我们练习的局处首长、科室主管，我们议会的好同事，在咱电视机关心市政的乡亲士大，还有咱的媒体，先生、女士、小姐，大家算是。午安哈，接近晚安的时候了。好，那我就进入今天我们农林业务好的质询。针对我们水利局，当然在本席长期的努力之下，一旦讲登记饮水我们的镇农里镇新桥以北。前镇和以东早年也是每逢大雨涨潮必淹水那我们镇东三街它设置的闸门式的抽水站在1997年新建，但镇东一街也设置沉水式的抽水站，在101年也完工了。就是长期婉容在议会不断的质询，所以淹水的问题解决了，这是定盈利哈，阿噶定当利还有就是好。那我们接下来一一的这样子的催促质询，所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解决，那也会衍生出另一个地方的淹水，那这个也是我们民众非常困扰的所在哈。那现在也轮到当然这也是长期镇仓里镇仓135巷下雨就淹水，那当地因为地势比较它的低洼积水不退，从我们在照片中，这是我们的图明进都不用走小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这是我们的定兴宫的我们的刘主委以及我们的市民朋友，他登记受到淹水的艰苦，但是现在总算也在本席一再的质询当中有一个好的成果，有好的成果当然我要在这给你们赞叹，但是没有做好的必须要在这里跟你们做本席希望说不要让我来严厉的要求，我在建议当中也让你们可以来舒克那的民众的饮水，我们必须要淹到一尺以上才能得到补助啦，那你没一尺以上你就是自己孤孤晒嘛所以我们镇仓里135巷淹水抽水站也已经在本席我们的图明进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的反映，当地居民的也诉求，所以也已经我们在抽水站已经完成发包，在11月动工，明年4月在雨季前要来完工了希望说不要莫延宕每一届的这个饮水真正让人足头痛
他用简易型的抽血站，哎，但好，这个简易型的抽血站来改设置完成之后，不再啊遭受淹水之苦。那这就是我们也感谢哈我们的林根达哈啊我们的科长嘛哈，科长在现场嘛哈。哦，好，那林科长还很不错哈啊，还有我们的蔡龙科长他也很棒啊。那他们现在一点的机台，机台迄天要做时间哦，会发包了后要时间进前哦，啊，我们有去做宣导嘛哈，就让我们的居民有可能在迄时间当中会造成居民的不便，或许会有一挂那个噪音的影响，所以这个很感谢哈，也去做说明。另外，每个人他都按赞呐，哇，我看一个就很开心，所以该给你们肯定就给你们肯定嘛哈。但是现在事情过来呀，一项该解决了，还有一项，当然期间袂当讲拢无事嘛，因为我们的预算就是那么少，所以就是啊分期分段去执行。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镇海里哦，镇海里前镇和以西。振兴路啊，18、22、34、48巷，这个也是低洼哦。振兴路的是这里管哈，啊低洼，它的地势低洼，伊就是，这因为这个所在就是按那讲60间哈，啊，这是不是我们的里长，包括我们的居民，应该嘛讲，哎，是不是会当伫咱的振兴路60巷桥头那边可以新建抽水站啊？这是本身。要来给您建议的所在，啊，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做了评估了？好，那在评估的当中，还有这个也是我们瑞隆路208巷222巷，也是低洼地区，也是每逢下大雨，它就造成屋外屋内啊，啊，伊的在屋内也是积水啊，第一呢，哎，巷道里头哦，所以这个。那天我们好像科长也去嘛哈，科长林根达科长也去，那产生可能是这个问题要怎么来解决，这就没所谓的抽水站的问题了哈，可能等一下你帮我回答一下哈，看要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啊？这个就让你们等一下来回答啊。好，那我接续要来啊，这是我们的啊侯成山里长，还有涂明进里长，因为登记坚定和他设置。健康步道用铁板制成，在它上面铺有啊木栈道，但是长期风吹日晒，铁栏杆也它的底座也都会生锈嘛，所以我怕腐蚀的哈，本席也怕腐蚀。对咱迄个地方，如果我们两前镇和两侧啊两侧它上面的啊铁栏杆，是不是你来长期？他这样子，因为我们那个所在都是前镇河的啊出海口那个所在，就是很多啊，就是风吹雨淋嘛哈，风吹日晒，还有个是淹水嘛哈。咱靠海边的地方拢靠盐分，所以伊这个所在哈，都拢足恐怖哈啊。所以说啊，本席要建议啊，长期这样子的咨询，那终于我们要做木栈道要来做。翻新来做更新，那我很感谢。但是不要说木栈道看起来歹歹哦，这种会吓到人啊。尤其我们前镇河两岸哦，哇，这个运动人口实在太多了。我们从早上凌晨哦，才四点外，有一人一直在行路，行路，行到七八九点，还有人在行。中午的时候有人家在走，傍晚的时候有人在走。那晚上的时候，大家下班了哦。伊嘛是行路，所以在这个前镇河两岸的木栈道，实在啊，它的那个效益很好哈，大家拢底下咧运动，因为即卖人水准真的是提升了哈。我们要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那有均衡的饮食，愉悦的心情，哇，这每一个人啊，大家拢健康，那每个咱的政府用的健保医疗给付的费用，这都是功德无量啊哦。那所以说。我也感谢我们的水利局局长啊，说没有办法一次到位更新，那
我们就逐步嘛，逐步。但是我觉得说一次800万，我干嘛？你要当两边都弄好，可能要弄到四年了哦。我想本席建议，是不是在我们下一次，我们在两年嘛，哈，两年的被算计啊嘛，哈，啊，也不要因为选举而做哦。那这一次今年啊，可能明年会做嘛，哈。那明年我想是不是会当在我们下明年做？那下一年是不是把前政和两岸局长会当改全部的更新呐、啊？我感觉安内为吼，可能会比较好啦，因为两边啊，当然现在目前这个前政和算是以西的这边比较较严重哈。啊，以东那边哦，当然是不太严重，但是我想就整个哈、给它更新了哈、这个是本席的建议。好，那我们如何打造前镇渔港为东京足地市场？那我真的很开心哦。东京足地市场是在日本最大的鱼市场啊，多年它以海鲜美食吸引大量的国际观光客来朝圣，但是本席在两年前在总咨询还有部门咨询的时候，我一再的要求海洋局可以把前镇鱼市成为台湾的足地市场，但是应该现在有积极在做啊，等一下是不是局长你给我等一下给我一个回应哦？那我很开心陈局市长、柯文哲市长相继前往东京足地市场去观摩，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啊、那北市的市长他都到当地去观摩，可见咱雄市要来这内市东京的足地市场，咱真正有这个条件。但是台北，我相信台北的条件无咱高雄的好，无咱坚定去干好。你看人家柯文哲市长他都愿意去考察、去观摩。我想，人讲输人唔输阵，啊，人讲重北轻南。我们现在已经什么社会了？哈，已经什么年代了？我们也不再是重北轻南的时代，哈，应该是南北均衡发展，哈，是咱小英总统，哈，诶，这个我想他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主轴了，哈。好，那本席长期在推动健康新生活，环保顾地球。那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嘛，哈。那如何今天又不是卫生局，又不是保安，那我想我来问你们一下哈。我想请问各位局处首长、科室主管哦，这个老先生他这个是先人，您敢不这个人，不这个人的人也去好不好？唔办哈，那唔办是可以见谅的，因为你们不是医师哈。他这个是在2500年前哦，他是希腊的医学之父，他叫做希波克拉底。他在2500年之前，他就已经研究出食物跟饮食跟疾病是有极重要的关联性，所以食物是最好的医疗。家己就是上好的医生，要吃出健康，家己的厨房就可以当做药局啊，这是他的理念。但是本席为了长期推动天天五蔬果，健康跟着走，环保顾地球，希望大家一起来响应，少吃肉，多蔬食。婉容为着未来，我长期去推动，但是我也是身体力行啊。我们心中有地球。今天是怎样吗？会极端的气候。今天是怎样吗？一直无预期的地震、风灾，啊，搁再有水灾，这都是人类造成的啊。我们人类如果能够用自己同理心来
保护地球。有些人就想说，那个地球好远哦，啊，地球在哪里呀？地球在就在我们的地理上，我们这是地球上的公民啊。全世界有遐济人啊，是安怎我们不能够来同理心呢？地球就像咱母亲同款嘛，地球就是咱的母亲，台湾就是咱的母亲。啊，咱每一个人都有家己生咱的母亲，啊，这就是全球的母亲。所以婉容长期在推动，但是我也真的去跟我们社区的一些长辈，我每一礼拜哦，我拢去发便当，伫公园发便当。那伫公园发便当，顾名思义，伫公园有真侪人，当然是遐修缮的，有些是遐休憩的，但是有些真的是比较底层的。哦，那卖改工的流浪汉，他可能是暂时没有工作做，而且他可能在吃饭，可能受到困扰。但是，我们每个礼拜四，我们都去发放便当。我们为了要让他们来拿便当的人，可以有爱有迄个自卑感，我们让他可以来拿这个便当，是跟我们一起在爱地球的。所以，我们一直。改安尼，互因有一个优越感。哎，咱来食这个一天的一顿的寿司，是一个有尊严的呢。不是，我们不是在施舍，我们就让他这样子的，平常他们就可以，哦，尽量去做。但是，这全世界啦，哈，世界各国也都响应生机饮食。在2005年呐，日本也通过食欲基本法。那美国在1993年，他也兴起食用校园的校园设立菜园，带领了我们的他的学生推动一项由种子到餐桌。那今天当然我现在讲的就是要来讲，哈，咱的农业局啊，农业局，你应该啊，在英国的2006年，伊嘛是。社区共同组成生活饮食伙伴联盟，他也在尽量，他就去鼓励家庭啊，减少外食。那个议员啊，我打断一下了哈，可以扣掉啊，我先处理这个三位，先把那个哈，停掉。对对，我知道，没关系，三位时间哈，再给8分钟好了啦，再给。9分钟，再给9分钟完了以后，就要把林婉容所提议的答那个回应完了，要再结束。好，谢谢，好，谢谢，谢谢主席你的英明啊，因为我讲这个都是很有道理的哈。我不再是孤掌难鸣，我们的主席，谢谢你都一直，因为我是农林委员会，那我们的前镇小港，我们没有没有农业。很少有农业，那种的东西，就很少，几乎，没有什么农损呐。所以，因为我是一个，我是一个乡下的女孩，啊，我嘛是一个，农家子弟，但是，因为我农家子弟，但是我真正疼惜，咱的农民，疼惜咱的，怎么样如何让他们在农业这个区块，一旦。让他们的产值升值，让他们的价值提升，当然是在合理合理的情形之下，好，那我就来讲，瑞典在2009年哦，他研拟一份友善环境食物选择指南，他也在2012年哦，要求各学校全面供应哦。他是说有机午餐呐，当然，那的有机午餐哈，未来这个呢，可能是在咱的学子，他没有办法能够来负荷啊。从这些国家来推动，不难发现，绿色饮食教育是各国哈，各国努力的目标，来培养国人健康饮食的观念，支持提倡永续发展、环境教育和在地。农业饮食文化，你看，真好哈。那我们刚，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啊，哈。咱台湾的各地也相争推动生机饮食。在我们高雄市，
李婉容十二年来十四年来了，我当了议员也第十四快接近十四年了哈。但是在104年去年通过环境维护管理自治条例第七条，每周一日为蔬食日。那苗栗县他的城中国小学生踏入田地，挽起衣袖，亲手栽培植物，种菜给全校的师生，哈，来吃嘛，哈。那台南东石国小伊嘛是同款啦，因把学生走入田地，那将饮食教育列入课程计划，让学生学习珍惜食物。那我们的高雄市，其实咱高雄市啊，在很久以前啊，婉容也推动国中小、高中职来响应周一蔬食日，那也不一定是周一，就是方便的一至五，学校方便的地方去啊，去推可以推动。啊，当然咱起定哈，也跟我们一起到那个小港国小啊，嘛是吃啊营养午餐，吃个就欢喜哈。所以我们高雄市用味蕾连结土地，让小朋友从味道开始认识在地食材，也认识自己居住的土地，中午吃在地食材，作为蔬食营养午餐，大家一起来推动这项新粮食运动。哦，都能那那农业局你也在微风市集有很多的地方有去做很多的去推广，还有你有推动一个就这什么什么那个 好像有什么宝宝嘛哈，有个什么宝宝哦，高通通啊，是不是你们的哦？高通通也很蛮有名的哈。好，那我很感谢卫生局哦，我感觉卫生局、农业局、卫生局、教育局哈，我在这里我郑重的跟我们的农业局的局长来做个建议，这个议题我讲了很多次，但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连结办一场嘉年华，就在我们的看在哪一个地方雄鹤啊雄红边，我觉得梦时代那里不要再去了啦，梦时代哦，这个改天我再好好的去探讨哈。那我们卫生局，我觉得现在的卫生局长他真的是很棒哈。卫生局在日前，他也在推广三蔬二果，值得肯定。局长他说，人体食物多脂肪，容易得乳癌哦。乳癌不是女生的，就女生而已哦，男生现在也可能会得到哦，哈，这不是危人耸听哦。那吃太多的肉容易造成大肠癌，所以多蔬果少吃肉，能够让我们人体哈健康，这是我们人体健康重要的一环。所以农业局，你如何推广？我感觉你是有在推广没对，但是好像那个成效好像不是太好哦。所以随着我们地球暖化日益的哈受到重视，低碳的蔬食逐渐成为趋势嘛，不仅有益健康，也借由饮食习惯降低排碳量，也是一种啊减缓气候暖化的方式。所以我们当然咱农业局你都有在推动在地食材，这个我们肯定了哈。那怎么样那个脚步可以加快啊哈，我是感觉说这个是很好了哈。那我也觉得我们市府团队真的大家很用心，尤其在这一次的这几次的台风啊，那真的是大家忙的哈，像农业局啊、水利局啊哈，还有海洋局啊哈，都是你们都是整个都动起来哈，我们都看在心里头。那要如何让怎么样去能够才能让低碳蔬食变来去永续，是不是？先就让我们的那个局长你来答应一下好了啦。好，我们农业局的蔡局长。谢谢主席，谢谢林议员。
啊，林议员拢长期拢对着咱这个有机也好安全的食物啊食材拢真帮忙。啊，我跟林员报告一下哈，其实拄只林员你所讲的讲安尼维农市集，其实伊是一个社区小农户的概念，就如你讲的瑞典迄个概念。那设计维农市集从原来的一处到现在六处哈，就是代表伊这几年也是成长比例相当高。第二个就是讲，安是毋是当办一个讲真的在地低碳饮食，就使用在地食材一个一个活动。我甲林议员报告，其实阮含维农市集。只有吼，就是像去年，阮就伫安尼，因的所在地，因的摆的所在地，就是安尼物产馆遐。那个局长，你先等一下哈。我对你们的这样子的推动哦，本席想说，是不是你们可以跨局处？哦，咱教育局也当好咱的囡仔，好也来参与啊。那现在，我觉得横向的发展是很必要的，像现在我们少子化，很多的校园都是空荡荡。那他的像我们前镇国小，改天我会给那个校长也给肯定哦。请问前镇哈，我们前镇国小他的腹地很大，但是他就是提供给我们的哈萤火族，一旦去，那本席一直长期有在跟你建议啊，我们那个小港啊，那小港。那个叫做发誓那个所在啊，灰旗啊，灰旗那个所在有够宽，那我们为什么不要让？因为咱当然，阮家是哈，连高雄市嘛，所以你讲有一种那个土地当去种菜，哦，当然无像咱那个哦，咱的原县的那个地方那么多，但是咱若讲会当好阮。好、哦，他市区的囡仔，一旦好去好因建材，我感觉这种呢，咱很倒呢。一旦跟教育局横向的，林议员报告一下，其实我南国叫环保局甲卫生局很密切合作。我举你一个例哈，好，按今年的西甲国小啊，按在迄滴大树，按遐的，是直接上伫田间生活，啊，比拢农都迄认养因的农田，迄都免讲啊哈。啊，佮有按文藻大学，然后我们告诉大家，高餐饮大学。人家是的时候，大家底下在做一个体验式活动。你大人啦，咱那有扎根啦，有从小扎根啦。啊，你所以你和我讲了，对，就因变作种子部队。啊，等下到高雄市，伊就会教伊的囡啦。吼，啊，所以讲为什么阮的天然上的报名虽然拢大人，但带伊拢专囡啦。吼，伊的农夫嘛少讲啊，安尼。所以讲，甲林元宝，其实我卫生局、含环保局、教育局，含阮拢真密切合作。好、哦，而且家庭们报告一下安尼。好好好，那你请坐，因为主席说时间的关系。好，那我是不是请那个水利局哈局长呢？请局长答复。谢谢主席，谢谢林议员哈。那先跟议员报告这个木栈道的部分哈。那议员多次的叮咛，我们在现场跟同仁也去看了很多次。那最后择定了大概分成三期来做。那第一期的部分预计是在11月1号会开标。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有去现场看了整个木栈道下面，因为我们有看到下面的结构损坏的状况，那第一期的部分就是损坏比较严重，那后面我们也会依照刚刚议员的这个建议，我们来明年度，因为这第一期工程可能大概明年4月5月应该就可以完成，那后面我们也是会积极来看整个灾害的程度，争取明年度的相关的预算这边来赶快办理。那抽水站的部分，我想刚刚正昌一向抽水站在10月7号有开说明会，这个部分是在明年的4月底会完工哈。那议员有提到这个振兴路60巷大桥头这一个地方，是不是在设个抽水站哈？那其实前面的一些抽水站的评估是在前镇和沿岸有一些刚好急流区到最低的地方，那又有公有地，那这一个。大桥头这个地方是否要设抽水站，是不是我跟刚刚议员提到的一些要设防水闸门的这一些问题，我们一起去评估，然后再跟议员做报告。好，那个防水闸门可能要先做了、啊、当然是那个抽水站，因为就是也需要那个、啊、公家的土地嘛、那个啊、是不是有够大，这个你们评估，这个不是 我能够那个。因为防水闸门目前已经营建署有调查，那中央目前在评估这一个经费的补助方案。哦，好，好，谢谢。那请坐，谢谢局长。那我是不是请我们水利局，哎，不是海洋局的局长？好，局长。
谢主席，谢议员，大概这么长期以来对前镇渔港的这样的一个关心，我想大概如同刚议员所讲的，包含中央跟地方哈，渔业署这一边其实也已经开始委托整个顾问公司开始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规划。我想为了打造成这个整个前镇渔港成为整个台湾的主力市场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包含硬体设施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改善的空间，然后在食安问题这么严重的情况底下，如何去导入整个 HACCP 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进来，让能够来前镇渔港这些消费的一个部分的消费者能够有一些安全的一些保障，我想这些目前都已经在启动在评估跟规划中。那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结合相关的这一些承销人鱼市场的承销人来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然后来我想刺激当地，我想前镇这个鱼市场这边的一些活络的状况。好，一分钟。好，好，谢谢主席。局长，那个渔港的我们如何打造东京足地市场？那在那个渔港现在已经那个高架都已经成型了，都已经完工了嘛哈。但是以后未来那里不再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段的道路，但是可能是不是在渔港哈西港遐的所在，他们那些外观啊住家啊居民啊，我感觉这部分吼，伫遐外观上是咪爱来做一个拉皮吼，诶，这个吼要有观瞻啊，吼，市容观瞻也要做好啊。那可能是在这一方面，你们只是我在建议是你们是可以成为东京的足地市场，你只是在里面嘛哈。那如果在外头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国人或是观光客去到遐的时阵，袂感觉讲遐拢是老旧的那个房屋啊。好，局长答复。我想，议员这个建议我们来评估看看，然后，因为当然很多周边的土地其实都是国有财产署的部分，那需要有一些拉皮，或是需要有一些更新的作为的话，我们把看是不是能够来纳入这样的一个评估的过程里面。我理解，嘿啊，OK。好，下午的议程到此结束，下星期上午9点继续开会，散会。